present for you. Oh. What is what? Talking to my tiny young. Can you tell the baby this milk is a present for him? Oh, yeah, yeah, yeah. No, no. Because I like him. Doubt it. You.不太没必要，不太没必要，那个没到。哦 ，Why？ 这样子 ，I don't know。卖一份给这个小弟弟，因为我送给他牛奶，他居然不拿。真的啊？为什么？他就不要，他就给我钱，我跟他说不用。啊，我觉得其实可以给他一颗啊，就他就吃啊，我们就卖他。好，给小朋友吗？好了，我弄这个，你先来调味吧。我太专业了啦，简直就是好像慢了三年的沉睡期。毕竟这是你的梦想啊，姐。我刚刚也是这样跟他说。Number eight, number nine, number ten.11，鸡肉已经没有了，卖完了哎，没了，可是还有客人哎，应该可以有四包，应该可以。OK，Number one， 都没了，都没了。Number two， OK three， 哇，出来出来，OK。I will count 1, 2, 3 and you raise up your hand. Who is the best one? Okay, huh? Okay, are you ready? Yeah, I count. 1, 2, 3. 哎呀，好了啦！你很贱，我们后台很累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前台还要应付那些渴望的眼神。Number four, thank you。最后了吗？已经没有，我们卖完了，就最后一包。啊，那就我们自己吃。Okay, thank you, everybody.来来来，尝一尝胜利的果实。It's good. So good. Yahoo! 好看哎！舒化奶会跟盐酥鸡搭吗？你觉得？那当然了，盐酥鸡那么的油腻，如果搭了舒化奶，就可以帮助消化，帮助分解。细化好吸收。嗯，等一下啦，我们要 cheers 啊！你不能让我单眼一看吗？哼，从来。哇，好大哦！怎么会跟洗漱机那么大？舒化奶，你真的是百搭哎！舒化无乳糖就是好吸收。那还可以跟什么搭呢？我想想看。Cheers！ Cheers！ 恭喜大姨子的梦想成真！草原上，走了啦！你再给两分钟好不好？你要赶飞机吗？你走啊，你走啊！不是，你们到底在忙活什么啊？我们带回去吃，我们都没有吃饭哎。我们酒庄吃饭吧。OK， 走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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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鸡都卖光了，鸡都卖光了。
件有意义的事。感觉还有好多人要吃，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料了。我觉得我们四姐妹要不要来开一个店呢、啊？可是我们要卖什么？对啊，吃的还是？就是比如说咖啡厅啊那一类的。我们四个人开店的话会不会吵架？应该一定会吧。我觉得不会到吵架，但是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。我刚才是不是我整个那个墨镜都乱哭，然后很邋遢？哎，哎呀，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认真的女人最美。那我刚刚一定没翻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跟那个波雅说再见呢。啊、没有跟他说。对耶，他跑去哪了？他当那个跑堂还跑好，还挺好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他感觉就还蛮 sweet 的、哦。哎，怎么没跟他道个别呢？因为有一个人一直大吼说：“好了没啊？赶快走啊！”嗨。37,000，就是185。哎呀，刚刚发那个竹签也是挺累人的啊。发什么竹签？竹签这种他还敢说？会不会太重了？你的手是不是很酸？不是，你知道我那个工作难在哪吗？因为它下面很烫，所以我得捞到上面，然后插竹签，然后还得再找那个舒化奶，然后搭配给它。你还敢说你那个很那个？我拿那个那一包，我本来都是拿那个包的下面，他那竹签直接插在我。OK， 哎，插到我的手了。可是我不是要恭喜你，我是为顾客着想，我希望他们不要就是拿到一包，哎，清掉了，那不是？哎。哎呀，我这次漂亮的程度比上次跟你去非洲的时候漂亮很多，哎，是吗？你不觉得吗？我其实觉得你都还蛮漂亮的呀。怎么啊，两姐妹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两个就是四目相对，礼貌性的微笑啊，有什么问题？对啊，是你自己不要对号入座。风儿它吹动我的船帆，你还要唱多少老歌？你最新的歌到哪？我忘了，我会稍微哼毛不易的一些。毛不易的歌，那怎么唱？一杯敬呵呵，一杯敬呵呵。你还真的就一杯呵呵。我对于唱歌这个是有障碍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，那麦头给我露出来。那个是谁呀、啊？那位大哥是谁？那收音的小哥、啊。这种男生我反而还挺欣赏的。他是霸道总裁型，对，他就会把你压在墙上，说你的麦呢？哎，给我露出来！啊，你的麦头呢？我要看到他。不要鬼，我还有其他的客人。Oh, sorry， 对不起。所以你们喜欢霸道的吗？应该像是有时霸道，有时温柔啊。对啊，对对对。如果一直霸道的话，这有时候你就会真的会跟他打起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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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他如果讲话都是说，你去给我做饭，那不行不行。你去给我躺着，要干嘛？
休息，你感冒了，那可以。对啊，就是那种他不会说，宝贝，你赶快你生病，你赶快躺着休息。他就会说，你赶快给我躺着啦，你都病成这样了。这也是另外一种温柔啊。我跟你自己讲的自己都心花怒放。是他的菜，是他的菜。自己都讲讲都害羞起来。